级汽车。嘎吱嘎吱怪，最棒的探险队来了！我是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是三队长，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要不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在森林里看见怪物了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二十只眼睛，八十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丢丢找一找，丢丢找一找，金鸡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现了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嘎吱嘎吱，你们别害怕，嘎吱嘎吱是我生锈啦，嘎吱嘎吱车轮转不动，嘎吱嘎吱我不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，让我们帮你修理一下吧。咚咚咚咚，锤子咚咚响，刷刷刷刷，油漆刷一刷，谢谢你们，呵呵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，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风沙中的对决。
背了虎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哦，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。有个奇奇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，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组织你们快点来吧。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那要赶紧阻止奇奇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，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。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。站住，别跑。战斗警报声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。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
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，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都冻住，哎呀呀，春飞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啊冻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扣跑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
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宝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双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！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！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不管你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！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。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！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！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！呼啦啦，呼啦啦，机器已经回来啦！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停下来，呼救指挥中心。
旋风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变慢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超级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。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。哇，这样。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。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，免费。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指挥中心，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！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
石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拉米，跳跳出租车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呜哇呜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呜哇呜，放轻松放轻松，美食多又多，哦哦哦，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啦！啦啦啦，大声唱出来，哦哦，跳跳跳，高高跳起来，摇啊摇，跟我来摇摆，笑呀笑，一起哈哈笑，超级汽车在身边，快乐马上就出现。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，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
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好可爱，别过来，毛弹头乱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弹毛弹全扫掉，一袋一袋的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弹毛弹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弹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